面那只能用内观啦，对啊，外观就只能都是这一间。还想再去拍那个台铁栏杆，哪里？因为全部走这里有这种东西。哪一个？在那边那个彭公厂那边不是一个门，那个门那边，彭公厂的门那边有个那边有栏杆，然后栏杆上面有台铁的 logo， 全路应该走这里有这种，对吧？哦，那很好玩。不对，明天还有啊，明天啊，还要做那个漏防漏测试去解锁，然后拍400吨。嗯，他要我们做那个啦，我也跟徐主任讲好了啦，他明天安排人几车轮，然后他讲了，然后做给我们看。这一间，断野能怎么拍？这一台才真的已经报废，跟拆成这样。你说